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12月4日讯，湖人前锋安东尼·戴维斯今日接受了专访，谈到队友勒布朗·詹姆斯达成提前续约，戴维斯说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勒布朗在运作什么事，不知道他要提前续约。里奇·保罗并不把我包含在他·詹姆斯的合同谈判和商业事务之中。我是和大家同一天得知消息的，勒布朗要续约2年4800万。哦，不，抱歉，说错了，是4000多万2年。我太抱歉了，勒布朗笑。当被问到他是否对于詹姆斯的续约感到惊讶时，戴维斯说，我不惊讶，我知道他仍然热爱比赛，他准备好继续代表湖人打球，而且他也谈过和他的儿子同场竞技的事，对于这次续约我并不吃惊。正如我所说，在与一群很好的队友完成特殊成就过后，这赛季又有一群很棒的队友，那就很难离开湖人国度了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